来，最慢一个被猜出来的话就你挂掉。他有来上过王很大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有结婚吗？有。男生吗？不是。他问的是男生吗？是。哦。他是女生吗？是。他是女生吗？是。男天王吗？是。那是女天后吗？是，还没有那么天后，是那个意思啦，也是那个意思，我们要公道嘛，对不对？他超级红，对不对？是，因为以宪哥的标准来说，没有，我是普罗大众，普罗。好，他在现场吗？哎呦，他在现场吗？哎呦。是，哎呦，对，哎，你们还要会问啦，对，是宪哥吗？是啊，恭喜答对，对啊，有没有在现场？他就厉害啦。他有跟周杰伦在一起过吗？是。他有超过40岁吗？是接近。他火了吗？他是蔡依林吗？是啊。耶！他得过金曲奖吗？有，是。有。哎。他有办过大型演唱会？是。我还没讲完。在大型演唱会。名字是三个字吗？不是。他有在现场吗？是。他是原住民吗？是。哎，唱跳歌手吗？不是。他是郭靖吗？是。Yes。以后不要问人家几岁。有拍过电影吗？是。是团体吗？不是。是。团体吗？是。他。的电影现在还在上吗？是。哦。他是擅长唱高音。是。行走荷尔蒙。谁啊？皱子。是。是费洛蒙吧？没有。这个我刚说。你知道是荷尔蒙吗？高尔宣哦。不是。我觉得我要冲一个，周星哲。我讲。周星哲是。周星哲。为什么？周星哲演电影。我要冲一个。你冲啊。原住民大型演唱会，擅长唱高音，阿妹。是。谁啊？这太难了吧。从这角度拍过去哦。你很像在养老院，七风才玉，哎，对，七风红玉，然后后面呢是他绿草如茵的家人，今天都没来看他，有没有？好了，他跟香港的女歌手交往过，林宥嘉，是，来给你一个关键，给上关键，太关键，关键，他跟你有很接近的特质。这个不能打鬼呀！哎，我想不到哎。那就好，好，发了。其实你跟他蛮像的，他有骑白马。喂，徐佳莹。对呀。我找美肌秀。蚕蛹。是纳豆吗？敷整个脸哦，敷整个脸哦。哎。你这样还会再换位置吧？刘海。哦，这好像狗有晒哦。人中要来一刀，真的不能涂到嘴巴，我的脚就散了。等一下，接下来可以不要涂吗？哦，我闻到了啦！哦，加油！好，哎，说不定会北泡泡哦。人中，一定人中。哎，请离开我们。哎，那边。